好，那这个第二阶段哈，我们就是进一步的把颜色加深。哦，那我这边的话，我先稍微试一下颜色。那觉得差不多的话呢，就可以来画一下。这里的话，我们就是延续上个进度哈。那我们就是做更细致的这个明暗的一个加强。那这边的话，我就是用原比原本要稍微更深一点的颜色呢，那我就是拿来勾边。 把一些这个布料它的一些这个边缘，然再稍微加强一下，提升它的立体感。好，大家像这样子哦，就是一些边缘稍微补一下。这个扣子压在布料上面哦，这边有一点点厚度。 好，那就是在顺着这个皱褶哦，它的这个线条哦，然后我们是用比较深一点的这个颜色去把它描深。那像这种布料哦，它中间这个有点夹缝，这个也可以稍微把它涂黑一点。那像这个裙子这里的话呢，它这边就很多这个波浪的皱褶哦，那这种波浪的这种感觉的话呢，就是。 把它这个阴影哦，把它再稍微加强一下。那我们就是顺着这个这个皱褶的这个形状，这样子去加强它。好、哦、像这个内侧的这个部分，这个面都可以再稍微再涂黑一点。所以这个部分的话，我们就是哦加强这个第二层的这个阴影。我们去找一些这个布料的一些这种边缘、角落哦，那这个都是我们可以去补强的地方。 像这种内侧的地方，这个都是我们可以去稍微再涂黑一点的。哦，像这个这边也是一个角落，哦，像类似这些地方的话，就是我们就可以平均的把它给涂黑。 我去画出它这种，先画出这个阴影的这个形状。所以说，整个做起来的话，哦，就是要稍微花点时间，哦，不过它的这个立体感的提升，哦，它是会有很明显的一个帮助的。好，我们这个持续的来去画出这一个角落的这一种。 阴影的加强，像这样子，像这种这个阴影的形状，在前面也做过蛮多类似的了。哦，所以我们就去去找这种角落哦，或者是这个皱褶的一些夹缝啊，哦，像这样子，哦，这边这这一条，哦，这个有点有点看起来有点像是一个夹缝，这个部分就这样子顺着那个线条这样子画过来。 然后再慢慢去修它的形状哦，哦，那这块也把它涂黑，我把它整个都涂涂深涂满。 好，那这个这个阶段的话呢，主要就是针对这个阴影的部分呢，再去做这个第二次的一个加强哈。哦，那这个裙子的这个面积哦，算是蛮大的，所以我们这边的话就是慢慢的来去处理。这样的话，我们就是在整个裙子它这个阴影的这个部分的话呢，哦，就像这样子，再多一层更深一点的哦。 然后更内侧、更角落一点这一块阴影，这样子的话呢，整个阴影的这一个变化呢，它就是就多了一层。那最后这边还有一些，还有一些面积我就慢慢把它给完成就可以了。 然后这个部分的话，跟我们前面哦，这有点差异的，就是说我们这边就是一一块一块这样去画它哦，那就这样一块一块这样慢慢画，然后形状慢慢修。好，最后这边一块也把它涂涂深。 那好了之后呢？哈，这边我们再针对这个身体哦，它的这个一些皱褶的部分呢，再去做一些补充。然后像这样子，这些这个明暗交界带的地方，哦，这里也可以稍微把颜色呢再画上去。 我们除了在边缘角落哦去加强它的颜色之外，在明暗交界带的地方也可以来画上比较深的这个边缘，这样的话呢，有助于整体这个立体感的一个提升。 好，像这个边缘角落的地方，还有这个明暗交界带的地方，这个都是我们可以去加强它的这个颜色，加强它的这个边缘。好，那差不多哦，这个就是。 我们的这个加深颜色的部分，哦，这样子，那这个阶段的话，就差不多可以进行到下一步了，哦。